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Aaron。 嗱，我又嚟到呢、Southgate City 呢個 project 啦。嗱，今次介紹咧就係唔係 Azure One， 係 Azure Two。過去呢幾個月咧，即係我哋賣曬第一棟之後咧，我收到無數嘅一個request 啊，就問喂幾時開賣，幾時開賣？咁我再提一提下點解呢個樓盤咁熱賣。首先係佢嗰個地理位置。這個是我們屬於 Edmund Skytrain Station 的附近，我們走5分鐘可以走到 Skytrain， 駕車10分鐘可以去到 Metro Town 那裡。還有呢，這個位置呢，我們有中學、小學、私校、公共設施，就是包括有游泳池、圖書館、公園、超市，還有呢政府會撥7000萬建一個叫做傷兵場，現在已經在動工了，7000萬。所以其實這裏設施叫做應有盡有的，還有交通非常方便，無論是投資自住或者是一些小家庭的話，大家都很喜歡。另外就是一個這個Master Plan 的關係。什麼叫 Master Plan 呢？一個講緊是全北美洲最大的一個 development， 一共有46棟的 building， 60英畝那麼大的一個發展。他們自己裡面有個內部的公園都已經佔了5英畝了。OK， 46棟可以買到一 Phase 1或者是第一期的話，個個沒辦法不喜歡，因為大家要知道發展商是怎樣去定價的。他們是越來越高，譬如說這棟賣完就加價，這棟賣再加價的嘛，所以大家要想著，如果越早可以買得到的話，賺的空間就可以越大了。我們呢第一次的一個 preview 是9月20日，現在如果打給我的話，我可以提供，即提早可以拿到一些 information 和一個 background 給你們。記得9月20日隨時聯絡我和我團隊。我是誰？我是你們金牌地產經紀 Aaron Chan， 下次見。